美度完成可以一看买甜点的点的梦想。本单托建筑设计那些美丽后生人庞思涵，既不顾武汉人的反对，同家同学向下求苗甜点的亚红事业。既三万后还靠到的分配征召，还看业多发掘蓝带福建托台湾开的店，同法国有名的厨师合作法国式的甜点。进入过后，他就同家盘王一珍托自己家乡开的工作室，结合菜体同客家元素的原料，设计出同客家庆典、韩国节庆特色有关的甜点同饼的。包装又讲又有设计性，希望有客家多年来认识他安定年少的家乡苗栗。来看吴义军同陈清美的采访报道。那像这种茶叶，如果说有被小绿叶蝉啄研过的话，它有独特的蜜香味。养一茶叶来叶两个人客，茶叶的种叶带点颜料，许多茶叶都好了解茶的品种和个体性。对，就是你们一般喝的话，会有那种。蜂蜜的味道的来源都是因为有被小绿叶蝉啄研过，现在比较没有。哎呀，黑的苗栗是一定有名的凤茶产地哦，一阵采地的凤茶是一定有名，不少就有甜点师傅想讲爱同凤茶的酿渣来结合起来，发展出有家乡味的点心，希望做得上红上天，同采地的产业带来很大好的帮助。一般一条茶厂来推广一条茶产业的话，无简单。因为家是讲来透过做甜点一部分，或者做手摇饮这业者来推广给一般消费族群的话，他们年轻族群做的加速茶产业，他抵押这个产业这部分。那回到家乡过后，就是希望说能够透过自己的手艺来结合一些在地的食材，然后透过这样的转变，能够让更多的族群，尤其是年轻的族群来认识我们的客庄，认识苗栗这个美丽的一个。很棒的山城，它特色香的话，吃起来就是像水蜜桃香气。对这部分的话，我其实我还蛮期待这个做甜点会有不一样的特性在。甜点师庞思涵同家的盘，除了许多茶叶设计了的身体，每打帮茶农收集类似各种木香用蜂蜜的茶，希望潜到合适来做甜点的采体茶颜料。一般爱的泡本消费族群，茶爱的会来讲制程，还有它的特性怎么样？那它的每种制程做出来的特色香，还有口感都各有特色。它在制程这个。猫狸红茶上的技术真的是一流，然后所以它的产品呢，它的茶叶呢都是非常的香，在进入我们制作甜点的时候呢，它真的是可以大大提升我们在制作甜点这一块的一个香气以及它的这个风味的这一块。为了做得做出很看健康菜体的点心，阿斯汉当初前经过农会来认识各乡镇的农民过后，潜出推表十八乡镇的特色农产，研发出客家山上常有的特色点心，连农民都吃到一新鲜。因为像其他条做的红茶特色做来讲，它的红茶的香气非常浓厚，跟一般有些叶子做出来的吃起来就会有茶渣的口感。那斯汉这边是不会，它是口感非常香气非常浓厚，然后吃起来也非常。不会有那种茶渣的感觉。工作室杜红的机器是建院座，阿斯汉是无限定准备材料。本单托建筑设计的机，此时就动好些甜点，各种一次尚未可以见甜点点。其实我从小我就会动好些甜的个声音。那偷食的时候，就会薯包底肚，会不用糖果，因为吃甜点会让我觉得就是很舒压，心情会很好。无听错，系唔了解，也系微笑。行有条路，条黑马，行几步行业变唔真实。不说阿斯汉当初见去送货，韩国靠当地风配征招，韩记法国南台福建伫台湾开嘅火锅，雷同法国嘅名食来学手艺。韩国前度咧要强用上法嘅盘来调料试验，希望做得真明白，不可能看。但是我就这种客家人嘅精神，
同眼镜，哎，同上诶做亚件事情啊，就会同认真去做，哎，也就我就不认输，我就很认真努力的做给大家看。我觉得他这样子的转换其实也是蛮好的，就是把就是设计的所学运用到甜点这一块上面。对，我觉得他创造了蛮多不一样的新想法。味道组出特色，和各组的芝士面粉本体加宽度，各种加调结合彩铁的色彩，和配合等经典也是一件研发出家乡专有的点心。这一款是三层铁盒饼干，里面总共共计了用了一个八个乡镇里面的九种不同的在地食材，包括有公馆的凤爪，还有斯坦的仙草或是柑橘，还有三义的给擂茶，就是董董就会有哈嘎代表的给食材，去融入诶法式甜点的小点心里面，甚至连蹦龙佛托都会加到做创意甜点的主题。因为其实龙你要再简化，就是简化成线条的话，其实是很难表现龙的精华的地方。所以在修改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也是来回讨论了好几次，其实开了好几次模。那大年就一定会准备参加诶地方上的这个棒龙的活动，然后所以我们就将棒龙七部曲就是做一个视觉化，然后挑出它的精髓的部分呢，设计了七款不同的明信片，那也做了七款不同的香龙饼干。除了针对木琼用的节庆推出木琼用的甜点组合，加上在包装上要动用心来设计，韩国坚持使用天然单纯的原料，希望行出自家的甜点度。我们工作室一直就是想法来动单纯，那就唔好用这种化学的材料，因为个动感，米头咩唔是清好。所以我们在制作过程中其实会用比较纯粹的材料去做一个结合。其实我们在每天走在苗栗的路上，其实我们看到天空都是那种就是三轮层叠的那种山景，我觉得就是其实这个是在苗栗很常见的东西，但是在其他地方比较少见，所以就做了这款就是三轮层叠的那个景象的三层的包装。大棒设计准创韩国缝配的专业技师要求后生的用创意的想法，希望传达温暖同爱同体的心，未用点石来为真正的山上家乡带来更加好的发展。